我叫宰拉，今年12岁，我出生在这个被称为维吾尔刀郎人的地方。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讲关于刀郎人的故事，从此我知道了我们这里不仅有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不仅有被称为西域千岛湖的刀郎湖湿地，不仅有甘甜的刀郎红枣、珍贵的刀郎羊和美味的刀郎湖烤鱼，更有那让我们骄傲和自豪的绚丽多彩的刀郎文化。大漠胡杨造就了我们刀郎人勇敢坚强的性格，叶尔羌河的河水哺育了我们刀郎人善良包容的情怀。妈妈说，我们刀郎人用生命歌唱，用灵魂舞蹈，用心灵绘画。我们用歌唱来赞美家乡的美丽，我们用舞蹈来抒发对家乡的热爱，我们用画笔来描绘我们和谐的幸福生活。其乡村大世界将带您走进旅游胜地新疆麦盖提，跟随主持人一起赏美景、品美食，在金黄色的沙漠里玩着疯狂刺激的游戏，您是不是也想体验一把呢？姑娘美丽的秀发长达188厘米，您是不是也在直呼不可思议呢？看着新疆麦盖提独有的美味，沙漠羊肚烤肉、刀郎湖烤鱼，您是不是口水都流出来了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领略沙漠风情，品尝不一样的美食，还在等什么？马上背起行囊出发吧！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尽在本期《乡村大世界》，新疆麦盖提。公元15世纪，为了反抗压迫和躲避战争，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一些难民和奴隶纷纷外逃，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在沙漠里跋涉了很久。就在他们饥渴交加、快要绝望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片绿洲。这里有广阔的草地、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水，他们认为这就是梦想中的家园，于是从此在这里定居，形成了最早的刀郎人。在察合台时期，刀郎一词就是集中、聚在一起的意思，后来越来越多的流浪者听说了这个神奇的地方，纷纷来到这里，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渐渐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刀郎人从此不断壮大，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刀郎文化。公元21世纪，又有两位探险者慕名而来，他们也想成为刀郎人，他们在这里又将展开一段怎样的奇妙之旅呢？美女，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刀郎之乡麦盖提。啊，这就是麦盖提。我们就想成为刀郎人。刀郎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你们得要爱我身边的。刚见面就打人，这就是啊。这是我们刀郎人的礼仪。那打吧，打吧，打。我成了刀郎人了。哎呀，你看我这衣服，一看这就贵族啊！我也成为刀郎人了，耶！我们麦盖提的刀郎人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来等你。姑娘，请。麦盖提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
麦盖提，在这个米尔古里的这个鞭子的抽打下，我终于变成刀郎人了。哎，再次来到麦盖提，我心里无比的开心呢，亲爱的朋友们。行，同样都是刀郎人啊，怎么就不让我说话呢？大家说的是什么？米勒古里，你怎么把我抽成刀郎羊了呢？来，你再抽我几鞭子，把我抽回人，快点！我可能刚才把你打偏了呢。那你再打正点，来。就是在爱一万六千天，真的，我自己，哎呀，哎呦，好疼啊！哎呀，这样吧，哎呀，是不是特别想做刀郎人？当然了。那这样，那个你只要通过考核，我就让你重新做人，怎么样？好不好？但得看你对这个麦盖提了解有多少。你这第一次来，对麦盖提了解的太多了啊！你小看我这个刀郎羊，刀郎羊是普通的羊吗？对不对？普通的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啊，你呢？我刀郎羊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挤出来的是什么呢？是钱。这个刀郎羊回答太对了。我们这儿有一个说法啊，这个刀郎羊啊是永不降息的活银行。小看我刀郎羊。这么说是吗？有。你看我今天的打扮是一只种羊。你知道刀郎种羊最值钱的多少钱吗？1500万。哇，有这事儿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米尔古里，你这鞭子抽的还是不错。这个现在富裕龙变成的这个刀郎羊符合刀郎羊的一切特征。大家看这两个耳朵围起来，正好把嘴能盖上，是吧？这个白顶是吧，黑身子，最关键的是鼻梁高啊，是不是？照你这么一说，我完全符合刀郎种公羊的特征。我现在高兴了吧？高兴高兴。比赛吧，这样好不好？就用咱们这个麦盖提最有特色的刀郎文化当中的麦西莱普当中的一个形式，以往就认为它是一种音乐的弹拨的一种形式。那这次来我才发现，哇，这个麦西莱普简直就是咱们各民族同胞共同喜欢的一种非常综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麦西莱普在维吾尔语中是聚会场所的意思，从内容上可分为歌舞麦西莱普、游戏麦西莱普、说唱麦西莱普等，从形式上可分为客厅麦西莱普、迎宾麦西莱普、丰收麦西莱普、婚礼麦西莱普等。游戏麦西莱普是其中参与性、趣味性最强的一种，对一些不文明、不道德的社会现象具有很强的教育和惩罚意义。今天我们就玩一个麦西莱普中对对子的游戏，主持人轮流出题，以世界这么大，刀郎之乡都有啥为题目，对不上者将会受到麦西莱普独有的游戏惩罚。那我们既然是比赛，我们得找一个公平公正的裁判。就是你了，你只要不抽我，你就是最合格的裁判。别在这儿再让我们裁判辛苦了啊！裁判得有裁判席，请坐，裁判。好，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的乡村大世界的每一期节目当中呢，都会安排一个抽奖的环节。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您呢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摇一摇，打开微信，摇一摇，选择电视，摇动手机，您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50万元的电影票红包和价值60000元的微信话费红包，等你来拿。那个，那咱们就准备开始。看在你是一个刀郎羊的份上，我这人我还能不让着一只羊吗？那行，那你就先出腿吧。你什么意思？出蹄儿啊？哦，羊蹄儿啊？对，让你先出蹄。哦，出蹄。哎呀，行行，世界这么大，刀郎之乡都有啥？世界这么大，刀郎文化传天下。生活在这片热土的维吾尔族刀郎人，不仅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创造了以刀郎麦西莱普、刀郎木卡姆和刀郎农民画为代表的刀郎文化。说到刀郎文化，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对今年已经75岁的双胞胎兄弟，哥哥叫艾山亚亚，弟弟叫玉素音亚亚。尤其是弟弟玉素音大叔，因为他能完整的唱完刀郎木卡姆的全部9个章节，
所以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刀郎木卡姆的代表性传承人是远近闻名的刀郎歌王。今天是穆斯林老百姓的传统节日肉孜节，云素英大叔和老伴儿从大清早就开始忙活起来，因为这一天家里所有人包括哥哥艾山一家共75口人都会过来一起过节。云素英大叔不仅是刀郎文化的代表者，更是刀郎文化的传播者。他不仅把刀郎木卡姆唱到了北京、上海等国内许多地方，还唱到了法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从事刀郎艺术多年来，兄弟俩不仅让木卡姆艺术在家族中得到代代传承，还带出300多位徒弟。玉素英大叔告诉我们，他的梦想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让家乡更多的孩子都像他一样成为刀郎木卡姆的传承人，让刀郎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好，我们把这对双胞胎兄弟请到我们的现场来。哇，长得太像了。哎呦，来了这么多人今天。哎，这是全都到了吗？没有，他们这是他们家族的一小部分。那么来问问哥哥或者弟弟，他们这个家族到底有多少人，好不好？哎，好，那我问一下弟弟吧。问一下弟弟啊。Bismillah, assalamu alaikum. Sizning kepsin musha jamiyatlardan nechilik adam bo'ldi? Sizning annangiz g'ib ketsa güzelligidan ba. 哦，大家这么惊讶的声音，我150多套。今天来了30多人，那真是冰山一角啊。还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家族的所有的人，他们都会唱木卡姆，都会跳刀郎舞。能不能今天咱们共同给大家感受一下这刀郎舞，好不好？我们是掌声热烈。小帅哥啊，几岁了，小宝贝？六岁。叫什么名字？许佳爱听。想学你这舞蹈，可以教我们吗？可以。裁判啊，看看我俩谁学的好，谁输了，明儿锅里三鞭子。好。来。我平时认为我挺聪明的，对，我现在怎么不知道迈哪条腿呢？啊，你跳的最差，我跳的最差，抽！大家我说是不是？是朋友们。但是我在羊里跳的是最好的。那没用，来三遍了。就是在爱一般流进体真的，我哎呀，这是第一个，哎呀，再抽再抽，你就是一个找抽的羊。哎，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说到这个刀郎文化，咱就不能不提提这个刀郎农民化。咱们这个刀郎的这个农民化呢，不仅在全国非常的这个有名气啊，而且啊，他曾经啊还这个被国外卢浮宫永久性的收藏。听说去年的时候，咱们这个刀郎农民化，这个进联合国了。
哦啊，其中有一幅画，哎呦，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一些大使的赞誉，让刀郎农民画真正的走向了世界。那么这个刀郎农民画，据说呀，他这个每一幅画呢，都表现出生活当中的一个道理，就农民想什么，他就画什么。嗯，这样啊，我们今天选择几幅农民画，咱俩比一比，谁把这幅画的内涵含义说得准确。那这样，咱们那个一会儿米日故里啊，当裁判。好。那现在有六位朋友上来了，六幅农民画，每个人挑三幅。你是一只羊，我让着你先挑。开始挑了。啊，刚才有个六岁的小帅哥。啊，这里又有一位小美女。哎，几岁了？八岁了。八岁，这位八岁的小姑娘可是我们刀郎农民画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如今的麦盖提全县有2000多名刀郎艺人，800多名农民画家。接下来的比赛环节中，傅雨龙依次挑选了左手边的画家。两位主持人，到底谁会猜中画中的真正含义呢？来，那从这位最年轻的兄弟啊，从你这儿先来。好，你要说意义。哎呀，他的眼睛当中一个美女，一个帅哥，他这个嘴这块哈，就是用手指头翻看这个书，就是你说话要注意这个语言的表达，不能伤害别人。但是你一看呢，从总体来讲，这是三代人的这感觉。哦，明白了，明白了，这是个男主人。对对。这是他媳妇儿，这是他父亲。对，这是他母亲，这是他两个孩子，就是他这眼睛里要有整个家庭，对吧？对对对。第二幅，哎呀，哎呦我天，这位老兄很有意思，他枕着这个酒瓶子呼呼大睡，结果呢，人家两头驴在这学习呢，在看书，对，在看书。嗯，这个实际上这幅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讽刺这个只知道喝酒，不知道学习，不知道干活的这个青年人要务正业。这样人还不如驴，还不如驴呢。同意我意见的朋友们，掌声来看看。第三幅，哎呦，我们这位大嫂，您手里拎着棍子，我们这老哥喝多了吧？这是，啊，拎着酒瓶子，其实也是让大家不要喝酒，对老公的就是意思一种规劝。对，就我们先说完了啊，我对不对咱们再说。对，你从哪边开始？就从大叔这里。哦，这幅画吧，他创作的是很有深度的。哎，他这个深度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没看懂。你是孤立，你告诉我，这是我们另外族人家里养小孩的摇篮。养小孩的，哦，知道了。这我就懂了，我们维吾尔族有着非常好的优良传统啊，要尊老敬幼，敬老爱幼啊，尊老爱幼。我说的可以吗？好不好？对对，非常对。来，好，谢谢大叔。两只大公鸡，这上面写的是这是公家的钱。哦，知道了，私人的钱，知道了。哦，这幅画是为八项规定而创作的，反腐题材。嗯，就是说啊，清正廉洁，我们要向下边这只公鸡学习，上边这个这种作风的公鸡我们要摒弃它。答对了。高这么别太早了，还有一幅画，还有一幅画。我的小妹妹，你辛苦了，八岁的孩子拿这么大的画，的创意非常好。这是啊，感觉是小夫妻两个人在给老人洗澡，那盆小了点，不光我说不出来，毕明星你说是啥意思？嗯，这是两位小夫妻，好像很不情愿，都把是味儿离得远点，看起来就有点像两个人拧衣服，啊，折磨老人，说鞭挞一种这个不孝顺的行为。这句话的意思呢，就一滴血都不流，榨干。对，榨干。好吧，六幅画，六幅画说，这前三幅是不是都表达正确？哪有这样的？这一幅画可能我觉得你表达的还没有那么丰富。那您给我说一说。啊，这是一个人嘛？啊，一个人。然后这两边是父母，啊，这两边父母他在这幅画当中象征的是什么？是耳朵。啊，要听老人话。对，然后这个眼睛里面的这个是他的两个孩子。啊，两个孩子。我们一般就是把孩子当眼睛，这样。当眼睛爱护。对。哦，那老婆怎么当鼻子了？老婆就是同呼吸，共命运。那么这绿色，嗯，这是包括环境嘛，
就在我们麦凯提的就是直属造林防沙林，防风固沙林。就这个，就刚才我们就是刀郎阳他没有回答正确，比分3-2，人获胜。啊！掌声，我们先欢送六位，谢谢啊，农民画艺术家，谢谢你们，杨接受惩罚。聂国立，咱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你别总拿鞭子抽我，我的屁股都肿得不行了。哎呦，我也真诚的想说这个呢，我的手也打累了。打累了，怎么惩罚？我们麦赛布当中不光是姆卡姆和跳刀郎舞，我们还有好多有趣的游戏。我最爱做游戏了。有好多，那我们现在先来一个烤包子游戏吧。什么？烤包子？我最爱吃的就是烤包子。真的？烤包子游戏是把麦西莱普活动中没礼貌的人当作馕坑做烤包子的惩罚，施法者在其身体上再现打馕的螺面、和面、揉面等的过程，其中担任烤包子师傅的人动作夸张，令人发笑，而受罚者备受嘲弄，要忍受皮肉之苦。他们现在开始切洋葱了。现在他们就在剁那个洋葱。啊，剁洋葱了，这是。对。拜拜，恭喜喜来吧！他们恭喜喜来。现在开始切肉了。啊，切肉。对。这要切什么呢？剁馅。剁肉馅。对。这位大叔，这是要什么？要点火。哎呦呵，这点火这，哎呦呵，哎呦呵，哎呀，呵，哎呦呵，这哦，哦，这是往馕坑里塞了一把火。温度太高了，咱们现在啊，往包子上淋水呢，降降温。对。啊，放调料在拌馅儿呢，拌馅儿，太好的一个游戏了。哎，这什么意思？开始烤包子。啊，烤包子开始往那个馕坑的壁上粘包子呢。边烤还得边降温是吗？难怪这包子好吃呢。老弟，老弟，熟了。啊，他们说包子熟了，该出锅了。开始往下拿了，这往下拿那个包子了。好了，请大家吃包子了，烤包子。哎呀，烤包子，胡玉龙，要烤你的包子了。哪儿去了呢？哎，胡玉龙，你给我回来。你是顾立，你作为一个裁判，你居然这样耍我！你如果你真要烤我，我宁可跳到湖里。这耍赖，你这是？我是一只羊。羊会游泳吗？你说的是烤包子，又不是烤羊。哎呦。对，看在它是一只很贵重的羊的份上，咱们就放它一马，好不好？大家可不可以？好吧。虽然刚才我没有接受烤包子，但是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咱们从麦盖提走出去的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古塞里诺尔·库尔班。大家掌声有请。哎，好，苏老师。你好，你好。听说您，您为麦盖提文化、刀郎文化走出我们喀什，走向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能跟我们说说您都做了哪些工作吗？我是从小就在这里美丽的这片土地长大的。我从小听着刀郎姆卡姆，跳着麦西莱普长大的。总的来说，刀郎文化给我的艺术人生打好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无论走到全国各地的舞台上，我会不断的宣传我们的刀郎文化。那来到了麦盖提，歌唱一下你眼中的家乡好不好？好的啊，我给父老乡亲们演唱一首我的麦盖提。好，掌声。
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忘了打开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摇一摇选择电视摇动手机，您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50万元的电影票红包和价值60000元的微信话费红包。打开微信摇一摇，微信电影票红包和微信话费红包等你来拿。柯宇龙，该我考你了。考吧，只要不是考包子，你想考什么考什么。好，世界这么大，刀郎之乡都有啥？世界这么大，刀郎羊圈把妆化。新疆什么羊最美？什么羊最贵？养什么羊最自豪？吃什么羊肉最香？南疆的农民一定会告诉你，当然是刀郎羊。刀郎羊也叫大尾羊，因其发源于麦盖提，所以又称刀郎羊。有史以来，麦盖提农民就有养刀郎羊的习惯，并以养殖的刀郎羊是否品种最纯、数量最多、养得最好，作为确定农民在当地威望的标准之一。刀郎羊以其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隆起的鹰钩鼻、宽大下垂如芭蕉扇的耳朵、高大健壮的身躯、丰满有韵的臀部而著称，被誉为羊中之王。通过近几年的市场运作，现在一只刀郎种羊身价百万，在南疆并不稀奇，所以被当地农民称为是永不降息的活银行。埃尔肯麦麦提大哥每年靠这些活银行，那小日子过得是美滋滋的。不过最让他骄傲和自豪的是他那只远近闻名的种羊巴图尔江。这不，每天登门来为家里的母羊求亲的养羊大户真是络绎不绝。不过埃尔肯麦麦提大哥说，别的好说，为巴图尔江传宗接代的事儿绝对不能含糊，我可不能坏了我们麦盖提刀郎羊的名声。不过这上门求亲的人太多，也着实让埃尔肯麦麦提感到头疼，都是乡里乡亲的，拒绝谁都不好啊。这几天他心生一计，决定要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举办一场刀郎羊的相亲大会。我这几天正在为我家熬炖个找对象的事发愁呢，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听说这次竞争对手很多了，如果我家的儿子能被巴图江看中的话，那明年就能升个富二代了。各位美女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麦盖提刀郎羊的非诚勿扰就要开始了。来，我们的小母羊见了这只小种羊都有点激动啊。这六个姑娘还是真漂亮。快快快，看什么呢？快快，你看他们都在跟我打招呼，我得回应一下。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的意思就是啊，你们都嫁给李明星吧。像话吗？这实际上今天咱这六只美丽的小母羊不是冲这只流氓羊来的。有流氓兔，你听过有流氓羊吗？我们今天有一位男嘉宾，真正的男嘉宾正在等着上场呢。我们掌声有请帅气的公羊嘉宾上场。我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两个字儿。什么字儿？情敌。他叫什么名字？巴图尔江。我跟你说，巴图尔江，你先挑，剩下归我。那个巴图尔江是什么意思呢？巴图尔江就是勇敢的意思。勇敢，勇敢。接下来这个咱们得进入一个互相认识的环节。这六位女嘉宾已经知道她叫勇敢，那你们叫什么名字呢？来，我的名字拜富梅的阿纳尔古，石榴花的意思。石榴花。第二位，他叫艾特古，意思是玫瑰花的意思。玫瑰花象征着爱情。玫瑰花。他叫阿泽君，解放花的意思。正确，金花的意思。金花。哎呦，我喜欢。他叫雅君，是宝石花的意思。宝石花，跟我回家吧。他叫阿子君，希望花的意思。希望，希望花。好了，这个现在男女双方咱都认识了啊。你看你急那样，你看你急那样。我都没急。咱评判小母羊标准之前，咱得先看那个公羊的标准。对，为什么这么贵？
因为是公羊的，耳朵长，你看、哦、眼睛大，鼻梁高、哦、还有屁股，看一下屁股漂亮的很、啊、屁股漂亮的很。好的这个 DNA 的父母才能生出优秀的孩子。对，所以呢公羊要优秀，这小母羊其实同样要优秀。说一说小母羊的标准。小母羊就是比较啊，个子高，身材好啊，身材要好，这和人的标准差不多。对，来吧，来吧，那你替英雄来，直接面上两盏灯。哦，你看他情敌。那个，现在我们这样好不好？让他过去好吗？先灭两盏灯，让他自己选择。先把你先灭了。你先挑，你先挑。好，来，你说吧。啊，刚才有哪两个女嘉宾被淘汰了？一号和四号，主要的是个子矮，比较瘦。一号、四号，非常遗憾。陪我到日后，曾一起走全世界。我发现这个六号啊。他总想把别人的衣服给撕掉，他觉得别人太漂亮，来，他总上去挑衅别人。好，第二轮，第二轮，你要在第二轮当中再去灭掉两盏灯。对，嗯，选择越来越难，他会选择灭掉哪两位呢？哦，哎呀，他刚才到了这位穿蓝衣服的女嘉宾，这只小美丽的小蓝羊啊，往上拱了一下，他是特别不喜欢他，还是特别喜欢他，我不知道啊。同样是灭两盏灯啊，两边的是两边的，这两边的二号六号，嗯，为什么？女嘉宾打扮的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如比打他们两个。哦，打扮的还可以，但是不如中间的两个美丽。对对对对对，两边的两位女嘉宾，很遗憾，再见。陪我什么意思？哇哇！他怎么了？他这么兴奋呢？跟他说什么呢？他看不起公羊。他看不起公羊。啊、也就是说，这一只啊，还是跟我是一条心的。怎么？来，好，下面最终选择了。最后的时刻到了，谁将成为你的新娘呢？你准备娶谁呢？你看他不断的在叫。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关键时刻你得说我爱你呀、啊、姑娘，你怎么不说话？大哥啊，你别这么兴奋。嗯，是他搞对象，不是你。那最后选择一下，好了，马春香，最后的时刻到了，你必须选择出你最爱的姑娘，让你的主人听你说吧。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你没白叫。来，把他俩站到一块，我们看看般不般配好吗？来，你看看我们俩般不般配。我说句公平话，你配不上这位姑娘。你看他俩，哎呀，你看，哎呀，亲近。这把你高兴了是吗？都不理你，他不懂我这语人的语言。来，杨，你跟他说啊，他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怎么样？哎呀，真是应了这句话。好，姑娘，再见。好，他也不愿意走。哎，祝福我们这一对新人，杨新人，祝福你们。啊、好，恭喜恭喜我们获胜的玫瑰花。所以你呢，将获得由福建省尤溪县沈郎生味油有限公司生产的沈郎香牌有机山茶油，都有啊。嗯、啊，希望呢，这一对刀郎羊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小刀郎羊，给我们麦盖提的乡亲们带来更多的财富。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您呢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摇一摇，打开微信摇一摇，选择电视摇动手机，您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50万元的电影票红包和价值6万元的微信话费红包。打开微信摇一摇，微信电影票红包和微信话费红包等你来拿。你刚才有个最大的遗憾，是不是没娶上老婆吧？是不是？没瑞，刚才勇敢娶了一个媳妇嘛，咱让她娶俩。好。真的，真的太行了，这把满意了吗？我满意。那我把姑娘们叫过来。太好了，好。哎，姑娘们，我感觉肯定得漂亮。来来来，两位姑娘。好来了，你好。我不要，我不要。别跑。为什么？我不要，停。你自己说的呀，你不想娶俩媳妇吗？我不要，我把人家都找过来，你还不愿意？哎呦，必须得要惩罚你，必须惩罚你，朋友们同不同意？就是必须得要惩罚你，怎么了？我们刀郎羊才卖给就最珍贵啊！要惩罚他的话，小母羊们不会同意的。你看看，哎呦，这好兄弟，那这样，既然你是我的好兄弟，就不如你替我接受惩罚吧，好不好？我通过他刚才的话。我终于知道有一个成语“羊心狗肺”呀，狼啊，行吧，小伙子，我今天为刀郎羊豁出去了。那就好，这两位姑娘都归你了。娶老婆游戏是对在麦奇莱普活动中犯错的人给予娶两个老婆的惩罚。两个男扮女装的戏剧者不断向受罚者挑逗，当受罚者面向其中一个老婆时，另一个便做出争风吃醋的样子，两个老婆不断抗议和争抢老公，受罚者在两个老婆之间左右为难，尴尬万分。刚才的这个游戏给我们揭示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有花心男人，真的是要受到惩罚。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刚才幸亏有这么好的一位朋友出手援助啊，哎，让我躲过了一劫呀。对啊，好，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该我考你了，大家听好啊，世界这么大，刀郎之乡都有啥？世界这么大，沙漠探险叮咣咣。咱们麦盖提地处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的边缘，没错啊，哎，所以很多探险者都要从这儿作为起始点进入。今天我们乡村大世界也派出一个探险队伍，这支探险队伍进去呢，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冒险，它是要在沙漠当中制作一个只有在沙漠当中才能做出的美食。麦盖提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主要入口，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走得近出不来，它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沙漠，它的广袤神秘吸引了无数热爱探险的勇士前来体验。今天乡村大世界栏目组跟随一群年轻的挑战者们来到这里，完成一次别开生面的竞技体验，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各位帅哥靓女们，今天请你们来知道干什么吗？不知道。今天我有个惊喜告诉大家。什么惊喜？因为今天要带大家品尝我们一种刀郎美食。等待着胜利者的惊喜是一道古老的美食，羊肚烤羊肉。今天的大厨阿乌提买买提名大爷更是制作这一美食的高手。兄弟们，听我爷爷说过，但是没吃过，也很好吃的，听着就想流哈喇子，垂涎欲滴的感觉。想不想吃？想。等什么呀？不吃饭吧。好。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沙漠追出来，我来了。经过分组配对，四组人马已经集结完毕，他们的面对的将是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未知体验和传统刀郎美食的强大诱惑。到底哪组人马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是吃货，我怕谁？我们为美食而战，黄岛之都永不服输。你要是谁无下不能。四组选手分别以四处障碍物为起点，在赛道上依次越过障碍，追上并撕掉前方选手的名牌，被撕掉名牌的选手被淘汰，其余的各组进入下一轮比赛。本次比赛共进行三轮，最后成功保护自己名牌的队伍获胜。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的。比赛结束了，沙漠绿洲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获得最终胜利的沙漠绿洲队也没有吝惜美食，邀请大家一同品尝这道传说中的美食，终于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品尝这鲜嫩多汁的羊肉，配着这地道的烤馕，我们的队员们早已摆脱掉了比赛中的疲惫，在这热情的沙漠中载歌载舞，也书写出了刀郎之乡的那份质朴的情感。没想到吧，哎呀，这么好吃的。那个节目结束呢，给我留着啊！这个环节你又没考住我，你也惩罚不着我。你接着考我，听着啊！世界这么大，刀郎之乡都有啥？世界这么大，嗯，刀郎美女长头发，这不合格。美女长头发，对呀、啊，这确实没毛病啊。那你短头发也有漂亮的吗？我又没说短头发不漂亮啊，我说美女长头发、啊、头发越长就越漂亮。为什么这长头发是我们维吾尔族？你比如说米尔库里啊，你看、啊、米尔库里长头发，长头发漂亮。那我就不信这事儿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真的要看看怎么就叫做这个头发越长越漂亮。行，好朋友们，这有什么呀，我就给你请上几位、啊、我们长发飘飘的麦盖提美女、啊、有请有请。怎么样？长发，哎呀呀，美女吧，哎呀呀呀呀呀！哼，我想起了那句话，什么话？待你长发及腰啊、嗯，我就娶了你。什么？人家现在都是长发及踝，这都长发及地了，能不能转过身来？您有没有量过您的这个头发到底有多长？1.88米。哇！哎，长头发确实很美。通过这个表演，我确实认为你刚才说的对啊有道理了、啊、原来我没机会看到这样的把头发都劈开的，我们看到的都是满头小辫儿的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米尔古里，米尔古里转过来让大家看、这个您这样好不好、米尔古里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特别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来展现一下我们维吾尔族姑娘这个辫子的魅力？好啊，那我就来一段吧。来一段。哎呦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后边跟着一傻小子，又来了，哇！哎呀，仿佛一道彩虹在我的面前划过，我得定定神儿。太漂亮了，确实这个长头发编成辫子就更有魅力了。哎，那我们要不这样吧，我们刚好在舞台上有那么多的长头发的美女，要不我们来一个编辫子，我们俩比编辫子。对，怎么样，大家可不可以？编辫子游戏规则，现场共有10位长发姑娘，要求将每位姑娘披散的长发编成一条麻花辫并插上玫瑰花，限时2分钟，看两位主持人谁变得又好又快则为获胜方，反之输的一方要受到惩罚。你先别开始，我还没说开始呢，你这样我试试。那准备好了吗？开始了， Let's go。这个不仅是快，还得要好看哦。辫子编好了以后，还得要插一支玫瑰花。
哎，我发现这个长头发有个最大的难题，它得往下捋很长，要不就缠到一块儿了。要知道我回家，我早点在我媳妇头上练练。感觉怎么样呢？感觉好极了，一定要加油哎！输了就会被惩罚的。成功的完成一个，大家掌声一下。倒计时十秒钟，大家跟我一起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到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来，朋友们，转身看一看我的作品吧。哎呀，冷了。你怎么可能一下编了这么多呢？一、二、三，因为我这人就实在，我就挨着那边编。我发现第一个问题，他编的这三个人都是头发最短的，你怎么不编他呢？你先给这边朋友看看我的手艺怎么样。哇哦，不错呀。知道我编的为什么这么好吗？因为平时我经常给刀郎小母羊编鞭子。我这编的也不错，大家看我这个，从来没编过。第一次，你们觉得谁赢了？刀郎羊赢了是吧？你们一定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傅玉龙，我不叫羊。你们一定要记住，他叫流氓羊。多说不易，输就认输。先把我们长发飘飘的美女们掌声欢送一下，谢谢。好，谢谢你们。惩罚，惩罚什么内容啊？我看大家肚子也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就来一个包个饺子。包过饺子，那个我现场，那个找上一位支持者，朋友们，回不回农？我请你来吃这个包谷饺子，好不好？哪位朋友愿意替我吃包谷饺子？没有人，我都来第二次了。没有，这边有一位。没有人。哎呀，兄弟，来，亲兄弟，来吧，包谷饺子。那我们这个惩罚我们这位大叔。替我们小迪哥，包谷饺子坐一下。好，来。包谷饺子游戏是把麦西来福活动中犯错的人当做包谷面做的饺子进行惩罚，把受罚者的手脚从膝盖绑好，把擀面杖从膝盖和手中间穿过去，两个人用擀面杖抬着惩罚的人转圈，模仿下饺子的过程。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啊，摸摸这个饺子皮熟没熟？哦，不能带你们弄，兄弟们，可不可以拿过去给观众？给大家尝尝，那谢谢你们刚才帮我忙。可以，吃点包谷饺子啊！哎呀，我发现，谢谢你啊，兄弟。谢谢我们这三位老艺人。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忘了打开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摇一摇，选择电视摇动手机，您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50万元的电影票红包和价值60000元的微信话费红包。打开微信摇一摇，微信电影票红包和微信话费红包等你来拿。接下来我继续考你吧，听好了啊，好，继续来对对的啊。世界那么大。刀郎之乡都有啥？世界那么大，红黄蓝绿美如画。你这是碰到彩虹了？不是，哪儿就出来红黄蓝绿了？红黄蓝绿，大家看这什么之乡啊？红枣之都，红就代表红枣，对不对，朋友们？可以、啊、黄，咱们这地方大沙漠，嗯，这沙漠是美景啊，再加上沙漠当中到秋天的时候那个胡杨，哎呦，那个金黄的胡杨太美了。蓝，咱们这地儿是这个有两大块湿地，一个呢叫刀郎湖，还有一个叫什么湖？唐王湖。哎，绿，咱们这个有个防风固沙工程，县委县政府决策，嗯啊，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100万亩、哎呦，现在已经植树10万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我们沙漠变绿洲，人进沙退。哎呦，不错，我觉得这个人有梦想，
啊，才能够成功。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因为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防风固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真的，有一位维吾尔族农民兄弟，他有一个梦想，他什么想都想不到，他要造飞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借助一些简单的修理工具，一门心思地琢磨着制造飞机。这对于在新疆的农村来说，无疑是重大新闻。一时间，街坊四邻说什么的都有。周围人的议论，家人的担心，让阿卜杜日尔曼莫名也倍感压力。但是他说，这是他20多年的梦想，他要用自己的行动保护家乡人民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这片绿洲。阿卜杜日尔曼莫名说，他家以前的老房子已经被沙漠所吞噬了，如果能够试飞成功，就可以给小树苗浇水了。但是他说，如果他不挑战一下自己，他这么多年的心血将会白费，那将是他终生的遗憾。他希望我们能共同见证他实现梦想的这一时刻。面对他的这份执着，这份情怀，我们除了祝福之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保障他这次飞行的安全。经过5天的精心准备，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来帮他，会有这么多人来见证奇迹，这让他非常感动。但是最让他感动的还是他的家人，如果没有这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不会走到今天。他把飞行的线路选择在沙漠和防护林交汇的地方。他说，即使他今天挑战失败，他也要让人们明白他这次挑战的意义。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这次挑战，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环境、防风固沙的行动中来。这是他的梦想，也是麦盖提30万刀郎儿女的梦想。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让梦飞翔。经过反复几次的试飞，阿卜杜日尔曼莫名最终没有挑战成功，但是他的勇气和执着已经赢得了大家的赞许和尊重。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刀郎人那种顽强不屈的精神特质。其实他的这次挑战飞行成功与否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挑战感动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们。在麦盖提这片大地上，人进沙退，再造百万亩绿洲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大家也看到了啊，虽然没有最后成功，但是呢他已经有那个意思了。这个雷曼兄弟他不也是一下下来的嘛？对，对不对？早晚他能够试验成功。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值得学习。我们也应该为这位有梦想的农民朋友啊点赞。有这份情怀，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那该我考你了吗？来吧。好，世界这么大，刀郎之乡都有啥？世界这么大，烤肉烤鱼老汉瓜。这老汉瓜是什么意思？老汉瓜，这种瓜啊，就是你没有牙的老汉你都可以吃。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绵软。这个瓜呀，
只有我们麦盖提这里才有。啊，那这瓜我想吃，我就宁可变成老汉了。你看，这就是老汉瓜，别瞎拍，这个瓜不能拍，它成熟之后啊，这个非常的不容易运输和保存。我明白了，这瓜为什么以前全国人民吃不着呢？因为你可能就这一两天太容易坏了。但是讲究互联网加了，咱们现在物流这么发达，号称是24小时之内就可以到。没错，所以我相信全国人民很快就可以吃到这个老汉瓜了。没错。麦盖提县的刀郎湖就像千岛湖一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岛屿，各种鱿鱼、灰鹤、野鸭及多种水鸟在此生存栖息，和谐共存，俨然一片原始生态的景象，充满无限生机，也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刀郎人。每年春夏时节，刀郎人都会驾着用整棵胡杨木雕琢而成的独木舟来这里捕鱼，并在岸边烤制成美味的食品。风味独特的刀郎湖烤鱼就此产生了。今天买买提大爷早早的就驾舟出发，他要为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独木舟运瓜比赛冠军队准备奖品，而奖品就是这美味的刀郎湖烤鱼。兄弟们，我们今天能吃上地道的刀郎湖烤鱼，我们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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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我们拼不拼？拼！比赛还没开始呢，尹德华可以吃我们刀郎湖的烤鱼。刀郎湖，刀郎湖，我们可以，我们赢！游戏比赛哪家强？麦盖提县刀郎赢。游戏规则：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年轻姑娘小伙分成两队，每队分别由两名男士和两名女士组成，每队有汉族有维吾尔族，两队分别驾独木舟，采用接力赛的方式，把50个老汉瓜从一个岛上运到另一个岛上，先运送完成的队获胜。整颗胡杨木雕刻出来的独木舟曾经是刀郎人捕鱼的重要水上工具，驾驶独木舟可是个技术活，一般人还真是难以掌握平衡，更何况在运上这么多的老汉瓜。比赛过程中还允许抢夺对方的老汉瓜，两支队伍各出奇招。我说鱼队大哥，你不能只想着抢瓜，也得把女队员照顾好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抢夺，场面一片混乱。刀郎羊队的大哥奋起反抗，刀郎鱼队的大哥落荒而逃。我说刀郎鱼队的大哥，你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两队的女队员可是比男队员还要卖力，眼看就要到终点了，两队都准备奋力一搏。已经到终点了，按照规定，双方不能再抢夺对方的老汉瓜，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游戏规则呀。第一轮比赛结束，我们的烤鱼怎么样了呢？刀郎湖烤鱼与烤羊肉串有许多不同之处。刀郎湖烤鱼是先把一条整鱼从背上剖开，去掉内脏，从鱼的上部和下部横穿两条小木棍，再用一根稍长的红柳木棍由尾穿到头，把穿好木棍的鱼插入湖边的沙滩上，排成一排，点燃中间用胡杨或红柳烧起的篝火进行烘烤。刀郎湖烤鱼已经开始烤制了，那边的比赛进行得怎么样了呢？真不愧是刀郎鱼队，游得就是快啊！刀郎羊队可要加油了。比赛还在紧张激烈的进行，不远处烤鱼已经飘出香味儿。看来刀郎鱼队的分工很明确呀，女队员分散对方的注意力，男队员趁机偷走对方的老汉瓜。
刀郎鱼队配合默契偷袭成功，两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终点。刀郎养队搬了17个瓜，刀郎鱼队搬了28个瓜，今天的比赛刀郎鱼队获胜。你们上车抗雨吗？行，那就接受惩罚吧。刀郎鱼队获得了品尝美味刀郎湖烤鱼的权利，而刀郎羊队想吃到烤鱼就必须接受失败的惩罚。刀郎湖的烤鱼鸭克西，刀郎湖的烤鱼来个鸭克西，要来吃烤鱼哦。鱼的鲜香，红柳枝的清香，再加上湖阳的木香，那绝对是人间美味啊。在风景如画的刀郎湖边上吃着刀郎湖烤鱼，如果再喝上几口美酒，欣赏一段粗犷豪放的刀郎木卡姆表演，更让人感到是神仙一般的日子。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忘了打开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摇一摇，选择电视摇动手机，您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50万元的电影票红包和价值6万元的微信话费红包。打开微信摇一摇，微信电影票红包和微信话费红包等你来拿。我继续出题啊，世界这么大，刀郎之乡都有啥？世界这么大，民族团结是一家。这句话说点子上了。哎，咱麦盖提呢，不光有维吾尔族，还有蒙古族，哎，啊，还有这个汉族，啊，好多的民族兄弟，对对对，啊，大家呢和谐和睦的生活在这里。哎，还有很多呢是当年的跟随父辈啊一起来援疆，扎根到咱们麦盖提的新麦盖提人。我觉得这些人他身上其实一定有一个共性，因为这毕竟当年是戈壁荒滩。哎哎，他们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必须具有第一条品质坚强，第二条品质包容。哎，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能够领略到他们麦盖提人的那种大漠胡杨一样的品质和胸怀。先后三次，每次2个多月的时间，义务的带领着中英中日等探险队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艰苦穿越，这需要何等无畏的勇气，这需要何等博大的情怀，才能实现这一奇迹。而实现这一奇迹的人，就是麦盖提3个普通的农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驼工。他们现在都老了，在村里过着普通而平凡的日子。他们说起当年穿越大沙漠的日子，也很平淡，仿佛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们珍藏着当年穿越大沙漠时所留下的一切物件和照片。我们从这些照片和老物件上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每一次穿越大沙漠时所面临的艰苦和磨难。老人很高兴还能有人记得他们这几个驼工，当年那些国外探险队的队员还曾经专门带着礼物来麦盖提看望他们。老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沙漠的边缘，对这片让他们爱恨交加的大沙漠有着一份割舍不断的情缘。艾麦尔·司马懿大爷告诉我们，他们当驼工时先后3次征服了沙漠，后来虽然不当驼工了，但是他们仍然要征服沙漠，他们要向沙漠要绿洲。在麦盖提千千万万个植树造林的大军中，也有他们辛勤忙碌的身影。但是就在3年前，驼工克里木·玉努斯在一次植树造林中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片他与之奋斗终生的沙漠。艾麦尔·司马懿大爷和玉素英·艾山大爷今年都已经快70岁了，如今他们当不了驼工，也种不了树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停止与沙漠的搏斗。他们经常会买一些吃的喝的给护林员送去，
他们说，防风固沙工程是保护我们家园的大好事，他们这辈子也不会离开这片沙漠。他们的血汗，他们的爱恨，他们的生命和灵魂也将永远融入这片沙漠。看了这个短片，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麦盖提今天能够这样的风景如画，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几十万麦盖提人默默奉献是分不开的。没错，在麦盖提呢乃至全国，像他们这样呢对这片沙漠绿洲呢怀有特殊情感的人还有很多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这样一位歌手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他对新疆呢也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来，我们掌声欢迎令振华。好，大家好。哦，绣花帽，头簇上戴，沙巴依手中摆，手中摆。哦，亲爱的朋友，你不用猜，我从新疆来，新疆来，新疆来。盼你去把它采，也盼你去把它采，哦，盼你去把它采，采来，我从新疆来，我从新疆来，西疆来，一条割不断的天涯路，哎，把你我紧紧连起来。如果呢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在刀郎文化产业园的这样一个美丽的土地上共同跳起欢乐的刀郎小苹果。大漠胡杨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刀郎儿女手呀牵手，一起漫步野河滩，一起之旅沙漠边，爷儿强和母亲的河，春风和煦棉花盛开，杏花更灿烂，红枣满枝和刀丰收，幸福挂满园，牛羊成群挂过飘香，日子更美满，白云悠悠雄鹰翱翔，天空蔚蓝。我爱你呀刀郎麦盖提，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唱起坚强温暖了我的心窝，实现我未来的梦梦梦梦梦梦。我爱你呀刀郎麦盖提，繁重一心奔向新生活，为民政策让我们唱起欢歌，放飞梦想收获说过。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乡村大世界》，走进美丽的四川大邑。哇，不是这门还和哪还能用呢？你这你烧哇！好 ，OK， 你看看他，多聪明，好，三个花生米。来